不可能就那么损炭给我拿的，跟你讲，冲上去拿。Yo what up， 欢迎回来 ，Ark， 好嗨 ，Buddy。Alright， 今天呢，我还是有一点不服气，你懂吧？上次哦，那个黑色的风神翼龙哦，其实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找他做很多东西了，因为没有重点，所以大概一个小时的那个内容剪掉了。我很不服气，我今天呢想再去巧遇一下啊！如果真的是巧遇不到呢，我就接受现实了。再想下做什么了哈 ？Let's go。他应该是烤了一些了啊！我弄多多这些火萤出来，拼命的在烤东西罢了，烤空气也要烤，因为我需要碳，我需要大量的子弹。OK， 所以现在来讲，那个钩爪应该很少用到了啊。因为如果我要抓任何恐龙啦，你直接站着这样子射罢了，就好像抓上一集那个泰克霸王龙这样子，直接在高空射它罢了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他们他们只能跑啊！真的需要大量火药嘞 ，guys。我弄多一个这个了，研磨器有没有更高等的这个研磨器？应该有更高等的、更高级的。哦，有，好像是啊，在工业的这个是。你看它的材料，水晶都要2000了了，你不要讲多多先。那个金属钉3200，我决定呢用回这一个先啊，弄多一点哦。我要加快我弄火药的速度，火药啊，那个萤火粉啊那些，对吧？直接弄3个了，原始人就原始人了。带古神翼龙出去喽，等一下。对的。啊，我每次出门呢都要注意一下身上的装备啊，那血量啊，武器的血量啊，很不浪的，懂吗？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如果是我以前5年前，我没有屌了。子弹足够，枪修了，装备全部修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巧遇上次那个黑色风神翼龙，遇到当然是最好了，可是不要期待遇啊，各位啊，不要期待，你越期待越失望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讨人厌的生物，来来来，我看到一只了，鸡掰妈的虎哥，你看到吧？这个很讨厌它，可是不可以让它靠近你的吧？OK， 等一下等，迟点等，不要逼我啊！我弄一个炮塔出来啊，迟点。可是呢，我当然是想驯服啦，啊，最好是驯服啦，不要杀啦，我不记仇啊。你看，它可以这样子飞，你知道吧？古神可以这样子飞，可以退后飞。它完全就是360度，你想飞哪里就飞哪里。星星也是可以进那个什么洞穴，17巨猿哦。慢慢来先，我相信它有遇到更高等的。哦，帮这只嘛，是不是喂果实的这只吧？不要吓到它，偷偷摸摸的走到后面喂的。哦，转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庞马。古神应该是可以把它勾到回家的。不要跑了，跑什么嗨？No！ 你攻击他这么刚刚？因为那个马咬我一口，它可以骑上去这样子驯服的。哦，就好像现实中驯服马这样子。没，它越跑越远了，它跑去沼泽了，跑去水了。我真的顶你个肺啊！傻閪卵叫嘛 ！I don't think you have any idea。你看他们跑什么脸 ？I'm fast as boy。Oh shit！ 然后我杀了他，懒叫。放心，还有机会的。我看到我回去换其他的飞行出来了，这个不太行了，这个它就是比普通的翼龙稍微顺一点罢了。如果你问我啦。要用古神来驯服风神翼龙，还是用巨鹰来驯服风神翼龙？我 100% 讲巨鹰，当然最好就是用风神驯服风神，这个是最好的，不用看了的。各位，我收回我那句话了，我应该不会想再驯服古神了。OK buddy， 这次带了古神出去，认真的跟他相处之后，发现他不是我的菜，所以呢，你就待在家了。To sit， OK。啊，这个才是我的菜，懂吗？要不要面对我的最大恐惧呢？现在，我们就尝试把袋子引出来 ，OK？ 它通常性是在这种树了。
我隔了几年回来玩 ARK 哦，直接勾勾力被他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第一次给他扑文。In the Bieber。OK, Bieber 我来了，偷下你东西啊 ，Bieber sorry 啊，给我珍珠，给我这个花给我，这个给我 ，OK, 拜拜。啊，毁灭掉他。Hello。啊 ，Bieber 不要 ，Bieber 你干嘛呀？小丽啊。啊，上次我要找的珍珠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找法。可是我又不想杀他，我只想偷他的东西罢了。我需要他弄更多这种物资给我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继续游泳啦，你去游泳去其他地方啊！哈，他一直在看着他的家，看管他的家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直接在他面前偷他的东西啊，让他打都好了，其他的把你丢，拜拜。哎呀，来了，哎呦，不要，哎呀。嘿、hey, ，走了，偷他一点东西，偷了水泥还有珍珠这样子 ，very nice。当我准备好要面对恐惧的时候，他妈的戴斯就扑爬出来了，全部。OK， 各位，如果给戴斯哦扑到了啦，有什么摆脱方法？我想进去看，可是我又怕被扑到啊，他从头到尾趴这里，你动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上次超多的。啊！哎呀！OK， 我们逼他下来啊！哎，差不多，靠近点！上次应该是这一只杀我了，对吧 ？OK， 跳下来了。哇、哦，会出血的，把他勾去一个地方，勾去远远，不要让他跑回去树林了。我把他放去海边，把他带去他 water 的地方，最好是没有树的地方。对了，就是你了，你懂吧 ？Nope，Nice， 很想杀我，你懂吧，各位 ？Oh no！ 不要去游泳，但是我觉得很陌生啊。他晕了吗？还是他假装晕？他假装晕吗？现在？哦，晕了，耶！戴斯晕了，两等，我刚刚那只随便了哈，抓这些，稍等，拿一些麻醉药给他先。OK， 今天去试玩他先了哈。刚刚我出去尽量遇了，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半，没有遇到风声，所以呢，先抓他回来玩一玩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这个两等都要驯服这样久哎，代表戴斯哦是一个很难搞的动物哎。OK， 戴斯安材料不会很多。Nice。戴斯被我抓了啦 ！Let's fucking go， 戴斯哈！要不要抱下四人虫？一锤就过来，啊！死人恩怨一锤解决。我相信戴斯是比剑齿虎更优秀的。过来这里看这些的哈。这个什么兽啊？哪聊现在这个安其他什么兽啊？不下个 luck 啊！哦，挺大只的，他大只过剑齿虎很多啦，完全是不一样的 size 啦。抓了之后才发现，来，戴斯跟我回家。Right， 原来很大只了。剑齿虎你在吗？来，很大分别啦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同一个大小的东西，终于明白了戴斯为什么这样比较难抓。OK， 这个就是戴斯，这个剑齿虎 ，Let's fucking go。好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。你是过来让我比较那个 size 不了的 ？Oh no， no， 不见了那个小可爱吃鱼肉那一个什么什么水獭啊 ？No， 不见了水獭，各位十点再找他都不如啊，不是那么重要。随便啦，十点再找啦，找不到再抓不了啦，不用烦啦。Red tree 喵喵，红树喵喵 ，OK 啦。对了，狮子是属于猫的一类 ，the family of cat。它可以跳很高啊、哦、！OK， 大家出去深的研究一下这样子 ，Let's get go。OK， 大家出来刷一刷等这样子，顺便也进去洞穴看看。可以，很 OK， 它真的很 OK 啊！你要知道它现在是六等不了。呼呼呼！我耐了它的体力的。Hello。两口三角龙死，
他真的很逞灵活。Parasaur， 他的体力 OK， 速度 OK， 攻击力不用讲，肯定 OK。哇，真的太完美了。几多等啊？现在才14等罢了。哇，我太喜欢他了，我太喜欢他了，各位。太难了啦！查到我爱上我的恐惧啦 ！Nope， nope， 不是可以爬了咩？他？哦，要按着。啊，呜、哦！我要拿这个 Parasaur 来做实验。我 get 了，我 get 到了啦！Let's get it, get it. OK， 山东我赢了。哎呀！啊！我喜欢上了我的恐惧啊 ，Guys！哎、欸，看一下树，这种树应该可以爬到吧？算高大了吧 ？Nope。哦，不行啊，它真的是要很厚的那一根呐、啊，树根呐、啊，才可以爬上去。这种比较幼的、比较细的不行哦。啊、哦，爬着的时候咬不到东西的，你爬着呢，你就要准备冲了，准备扑向目标了。哦，破破壁风啊！逼疯我啊！赶紧的 ！Let's say easy， 他基本上是没有 fall damage 的。哦，没问题啊 ！Let's Ga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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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ry， yeah！ 刚降高跳下来，你看他的血量。我扑连着龙狮下。可以啊，他可以咬连着龙啊。哦，他扑过去有几秒时间。哦，来来来，再扑一扑。Boom shakalaka， 咬到他，咬他。他一扑了，专门咬内脏的，干你娘！今天一起咬带死了，我完全有那个很想去洞穴的冲动了。我们去洞穴观察观察。啊，收头兽。啊？他是兽，为什么叫他兽头呢？哎、我想来这里测试一下他们的树啊，他要回到了红树林的树嘞才可以爬的，我又怕有其他的带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只有这种树才可以爬，你懂吗？呜 ，Bomb Shaker 那个 baby， 因为我驯服了他之后啊、哦，我懂他的能力是怎样，搞不到我现在更加怕他了。顶你个性格西北好玩哦 ！PC， are you ready？ 啊，扑不到 GC 的。OK， 去洞穴的路上。啊，到了到了，这边罢了，这边罢了。OK OK， 就是杰瑞，啊，就是这里了。来来来 ，All r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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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这个砍刀没有的，看一看先。哇 ，OK， 这样子来讲，我要加它的容量一点哦。OK， 这也是什么香菇？这个要拿来收割吗 ？Nope。先不要管它先，我们走下去先。哇，很大压力呢，进来动。Fucking hell！ 什么里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喂？哇，这个墙壁干嘛这样啊？这个石墙，其他的纬度来了是吗？这里有蜘蛛啊，蜘蛛。OK， 一口蜘蛛屎很好。过来这里开个箱子 ，Double EXP Beach Nice， 武功哦 ，OK， 够力哦，那甲壳，甲壳 ，What the， 在上面跳下来的，你懂吧？有一些昆虫 ，OK OK， 好像很成功哦，进到来哦，收发，进来这些洞穴的经验值不会比。死亡倒叉 ，Let's go， 这里就是那个 artifact 了是吧？这个就是那个奖励的是吧？不是啦，空投来的。OK， 这里不是 artifact 可能要再深一点了。我就心想，不可能这样外面就有的吧？是不是？啊，看到吧？你会爬，我会爬。
当代是老了，你们现在这些昆虫害。哇，有一个冻结掉下来了。哎，过来嘞！你们也咬我、啊，你确定吧？武功，武功，武功，还有蛇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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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理智啊这里？这样的武功，很多蜘蛛，哇，超级多昆虫的，不要干！我干你的心！但是53等了，但是 ，Let's get it, get it！ 我觉得有那个能力可以拿那个成就，有那个能力。这里有个小路的，这里有个小路没有经过，没有经过。哦，这里要剑齿虎啊 ，guys！ 这里进不到啊，要剑齿虎啊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各位，我看到 artifact 了，要不要冲过去啦？进得来吧，进得来吧，还进不到嘞。如果有什么声音，立刻跑出去。我看到 artifact 了，不可能就那么损炭给我拿的，跟你讲。冲过去拿。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懂不懂？这也叫探险精神。很难得那个 artifact 附近。啊！武功啊！啊！我没有动过，在我身旁，我是废的，你知道吗？走了走了，离开这个洞了，来，我本来哦，来这个洞以为我所下探险下不了，怎知道探下，越来越高等，越来越高等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啊！我的袋子过，直接去拿嘛那个 artifact 了。Let's go break, go break 了啦！来，现在我们回家，把我们的战利品摆起来。我幸好我没有去找那个风神翼龙一直逛啊，我不如拿些时间省下来，好像做这些东西咯，抓袋鼠进去洞穴探险升等。OK， 回家 ，Let's woo！喂、哦，超强哦！这个袋鼠刚刚几多等啊？刚刚两等嘛，抓的时候。各位观众，六十等，4500多血，他直接在水里面给鲨鱼咬半个钟都没有问题。来，呜呜啊 ，Hello guys， 到家了啦！喂、哎，我没有想到袋鼠哦会是我的那个前五最爱啊！对，这个 Artifact Protester。他要这个什么什么黑色石头80颗啊 ？OK 啦，去弄一弄看喽、哦。棒，哇，好嘞 ，All right， 放过去。哦，等等 ，Holy shit，Let's get ready， 直接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更加壮观了，更加 epic。哦，你在这里啊？哎呦，来，上来。OK， 你这里大家好 ，Let's go。Hello， 翼龙，你要吗？啊，吓一下吧。Alrighty there。啊，今天这里又扩多一排了 ，Nice， 越看越漂亮。靠近点看，你懂吗？很辛苦的，我打到。OK 啦 ，Guys， 今天的 UP 就到这里先。喜欢的话记得给一个 Like， 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。订阅之后记得开启铃铛，谢谢收看，谢谢支持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。